稣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主。主，我们宣告你掌权，主，我们宣告你战胜一切我们的环境。阿门。你战胜一切我们所遇到的困难。阿门。主啊，你是使那位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全能真神。阿门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我们向你说，我们完全摆上我们自己来到主你面前。Amen. 因为主，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耶稣。愿火从天上降下，从我们的内心唱出来。愿火焚烧我们的心，神的火焰今天要再次燃烧我们的心，我们神的火焰要再次燃烧我们的心，我们神，这是我的无求，感谢你全能救恩，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，使我也我复兴之我，愿主烈火从天上降下，愿火从天上降下，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，
求主你今天晚上赐下你的烈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把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赐下烈火，主啊赐下烈火来燃烧我们，这就是生灵魂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呼求，耶稣。愿你圣洁的国度，谢谢你，耶稣。属神的子民，主啊赐下灵火，来满足我们需要，使我们心事真知。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
这时候好不好，不管你是在现场聚会的，还是你在镜头前面跟我们一起敬拜的，好不好，这时候我们身为马来西亚的子民，好不好，当等下我们数到一二三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围着马来西亚的教会祷告，不管是柔佛州的、槟城的、吉隆坡的，还是东马的，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双手，围着马来西亚的教会祷告。Amen. 我们相信上帝看顾在我们的当中， Amen. 上帝爱戴马来西亚的教会。Amen. 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宣告，宣告神看顾，宣告神掌权在我们的当中。Amen. 好吧，我们一起喊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三声的时候。我们一起放声的祷告，让这个地方充满着祷告的声音，让这个地方充满着祷告的声音。阿门。一、二、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看着我们怎么祷告，为着我们的教会祷告。Yeah.
谢谢你耶稣。阿们。谢谢主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带着满心感谢的心来到主你面前。主啊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你就是那位爱我们的阿爸天父。Amen. 主啊，让我们不管经历任何事情，我们不看环境，我们不看我们所面对的事情，我们乃单单仰望定睛在你的身上，耶稣。Amen. 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这颗信心，一颗对你坚定不移的信心在我们的当中。 Amen. 主啊，愿你的火降临，再次燃烧起赞美灯塔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对你的心，耶稣。 Amen. 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 Amen.